劝不少明星谎报身高，但真的是越高越好吗？答案并不是，因为如果搭戏的两位明星身高相差太大的话，一般会各爱明星垫箱子，或者高个明星劈叉。对于高个明星来说，劈叉演戏那还真是有点苦恼。胡歌身高185厘米，一双大长腿看得人想入非非，不过拍戏时却花了不少心思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处理下是女星踩在箱子上面，有时候垫箱子的不是人，而是摩托车。如果女星踩着高跟，两人身高还是有差距的话，胡歌就开始劈叉演戏。如果需要走动的话，胡歌正常站起来走路，和配戏女演员的头都不在一个镜头中了。于是胡歌发明了一种新的走法，圆规走法。圆规走法呢，就是一条腿不动，相当于圆规的针，另一只腿像笔一样画圈圈走路。这画面脑补一下也是醉得不要不要的。大长腿的胡歌连补妆也要劈叉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感。不过胡歌的身高拍戏时需要花费一下心思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不过于晓彤就有点悲催，身高都有194厘米了，那不是简单的劈叉演戏就能过关的。身高的原因也限制了于晓彤的戏路，真是挺让人心疼的。